你多少次了，你犯了好几次这个毛病了。我不是想让你一个人锻炼一下吗？我在确保你，我知道你安安全全的。你让我告诉你，你和他几百年了，你每次都不干过。哎，咱们过那些危险的地方，我是不是紧紧挨着你的？ 就是这种安全的地方，我就离你比较远。我想让一个人锻炼一下嘛，怎么了？啊？你想我怎么说吗？那你要是这么做的话，你肯定不说的，行吗？你每次都不说。哎，有人说吗？你多大了？你个子比我还高，你。 我跟你说，咱们两个以后要有一个默契，知道吗？就是在这种宽宽的，来来来，你这种靠边一点，咱俩说，遇到这种比较安全的路，就是这种宽宽的、比较安全的路，然后你就要一个人，妈妈就离你远一点，好吧？你就一个人骑，然后像过隧道啊那些，过隧道我是不是紧紧挨着你的？啊，那就对了，是吧？ 过隧道那些比较危险的路，我就会紧紧的，我们两个就紧紧的挨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你还哭闹吧？还哭？为什么？因为累，因为累，所以你就要哭就要闹。嗯，上辈子欠你的。你咋了你？说嘛。你就知道你的下作好不好？让你先走吧。 你的速度那么慢，会拖累了咱们小队的速度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队长。你队长咱？你队长有这个特权吗？谁告诉你队长就可以先走了？队长要收尾，知道吗？啊！别人都是队长带头的，别人是啊，这个还小吗？刚才谁？你是队长，你就要收尾，你是队长，我是领队，知道吗？我就要在前面走，知道吗？如果是将就着你的速度的话。 就扣了，你如果卫生纸还够用吧？如果将就着你的速度走的话，咱们就在这儿走到天黑了。啊，那我还行吗？你少你就有特权吗？啊。谁告诉你的？法律规定的吗？没有呀。还是我先走吧。 就是让你让妈妈是坏蛋吗？我走了，拜拜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我也不跟你玩，不跟你去玩了。你现在跟我闹别扭是吧？那你才别说呢。你在后面跟我跟紧一点，听到没有？你骑得太快了。我适当放慢一点，我适当的放慢一点啊。那适当放慢还是要快。 对，你晚上要不要给我加鸡腿啊，队长？拿你的压岁钱给我加鸡腿啊！给你加两个。谢谢，谢谢队长。看着我弱小的身影，虽然个子和我一样高，但是毕竟他12岁，这样看着感觉。 好弱小，但是没办法，咱们就是刚刚一直都是上坡，就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管它的。现在咱们要开始走夜路了，小曼，小曼那个灯不知道为啥一直闪闪闪，咱们还要走1个小时的夜路，走吧。看现在。
老麦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小麦都变成老麦了，还在哭。你都上几年级了？我家的也是10年的，只是他的台比你大一点，他是2月份的，你是8月份的。我们家这个是6年级，今年比你开，我9月份开学读初一，7年级。他也是开学读初一。啊，我这天天晚上叫，哎，行。你看叔叔都给你竖大拇指了。真的。小伙伴们。我们现在终于到了泸定这边住宿的地方了。然后今天我一直，怎么说呢？我就想是我一直走在前面，然后，小麦跟在后面。如果前面有什么危险的话，我在前面可以挡着，是吧？但是我就是我骑的这个车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好的，就是一蹬它就飞出去了，然后就慢慢连贯性的，我就会不知不觉的，然后我心里面想事儿，我就。就会离他比较远，就不知不觉的。然后，但是这样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白天路比较宽的情况下，他也可以得到一个锻炼。但是我发现这样不行，后来我调整了一下，我就觉得一定要他走在我前面，这个样子我离他也保持一个5米左右的距离，我觉得这样是最安全的。就是其中有一段，就是大家视频里面可以看到他哭的不行，其中有一次他哭的我都不忍心拍了，就是他以后长大了看这个视频啊，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。反正当时他哭的那个一边哭一边叫妈妈的那个，真的是哎呀拍不下去。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这个方式，就让他走在我的前面，然后我一直守在他的后面，这个样子的话他一直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有什么危险我可以及时的叫住他，他知道妈妈一直跟着他，这个样子他心里就不会慌，这个样子他会更有安全感。但是我怕如果前面有什么危险的话，就是反正这个不管我在前面还是我在后面都各有利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才比较好？双毛巾，小麦。你看你哭的，妈妈都心疼的很。你这下感觉怎么样？我想奶奶。想奶奶。来，小麦。你，但是你很勇敢啊！你从康定。骑到了泸定，你知道今天从中午11点钟骑到现在马上都10点了，你骑了整整10个小时，你很棒啊，知道吗？如果就现在如果累是打10分的话，哦，就把你累到崩溃打10分的话，你现在给自己打多少分？6分。哦，你太厉害了。那咱们现在就好好的收拾，洗个澡休息了，好吧？